它这里面呢是需要这个门票的。But I don't have. Yeah, but I don't have coins. Sorry.那个大姐呀、啊，要跟我要钱。哎呀，我进去一次，我跟她说了我没有零钱了。我说我最小的标是5块钱，非跟我要。没钱没钱也要，你这玩意儿你是怎么整？他这里面还收门票啊，这个学生票是三块钱，3块钱的话12，不太贵，但也不便宜。因为什么呢？教堂一般都是免费的，教堂一般都是免费的。很少看到教堂里面的这个展出还收钱的，那你教堂的性质就变了。你是什么教堂啊？你是企业吗？对吧？然后啊，这个进教堂的时候，周围还有几个中国大姐，我这一进去跟进来4个中国人，我操，很爽啊！因为这边的中国人很多呀，都是跟他们个旅行团一起来的。我看上那边有好几辆这个旅行团的车。在那边停着，这应该是它最恢宏的地区了。可是你看周围破糟糟的。